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两个手都追了过去，中外手哇！蔡志宇快腿到位，哦，其实这一棒其实打得还算蛮好的，但是曾玉杰呢遭到接杀一出局。哦，看拍尾，狼丘比较好，表演良好，这个球真的是打得很有水准。 王祥英教练对他蛮肯定的，但是他用球出来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。